假匪之虎众筹特别版前裙甲安装教程。前裙甲安装前，请确定前裙甲安装位置以及弹簧插入位置，请先将前裙甲两侧外架掀起，避免安装造成妨碍。将弹簧插入前裙甲内侧槽口内，并使弹簧略微抬起，以便下一步安装。将弹簧另一头插入前裙甲插住。 插入后，将前裙甲轻轻下压，并将前裙甲两侧扣入。安装完成后，测试前裙甲避让是否正常。